最近都在开榴莲盲盒，于是花100是买了2个，现在就能看出来露头的这个应该不小，双手已经有点紧张，太整。现在都可以看到四房都有，而且好像还不小，已经赚了。不小心碰到好奇鼻子，对不起啊老铁。已经看到三房右，赚了赚了赚了。第四房稍微有点小也行了，现在就看第五房啥德行，已经看到露出一点了。哇哦，王炸，这一房里今年满满登登三半右，先给好奇来一点，抚慰下被砸的小嘴巴。看看开除了多少，你们说值不值。